近日，上海豫园商城宁辉路上空，第29届豫园灯会的主题灯组“一夜鱼龙舞”点亮，缤纷多样的鱼群汇聚成游龙回旋之姿，游走在飞檐斗拱之间，将辛弃疾《沁园·园西》中所描绘的园西灯会繁华之景重现，相当吸睛。明年是我本命年，然后龙年嘛，就想来合个照。我感觉这个灯大概的寓意是鲤鱼跨了龙门之后，跳过龙门之后就变成龙吧，感觉很好看。我们是从新加坡过来旅游的，因为已经我们家人已经10年没来上海了，所以就觉得说，哎，来到了上海就很多变化，而且就看了这个灯就觉得说，哎，马上到新年了，很有气氛。在新的一年就希望大家，身体健康，而且事业顺利。一夜鱼龙舞的惊艳亮相，也即将揭开龙年上海豫园灯会的神秘面纱。据悉，龙年的上海豫园灯会将于2024年一月中下旬至二月底举行，为期40余天。此外，淮海中路也于近日完成了新一轮的节庆灯饰打造工作，推出了主题为“玉兰绣春”的节庆彩灯，寓意为绣出万家春，迎接即将到来的元旦、春节、元宵节等传统节日。彩灯以上海市市花白玉兰为主要设计形态，融合了金丝银线的理念和布局，契合了淮海路最美丽、最摩登的购物街区时尚定位。记者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，2023年12月29日至2024年1月1日，上海全市景观照明还将开启节假日模式。外滩、北外滩、小陆家嘴地区以及上海全市重要区域的建筑物，南浦大桥、杨浦大桥、卢浦大桥、徐浦大桥可运用采光及舒缓的动态光，外滩堤岸开启瀑布灯光，外滩、北外滩和小陆家嘴地区不展演主题光影秀，不组织零点倒计时活动。